何哥来到你的村，我从鸡仔，在他们以为我从老家来的。农鸡仔何哥带过来了。对啊，我不又那个又多一个一份人情嘛。嗯，哎呀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叉嫂。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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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i。Hello。Hello。想带过来。对，想带过来。哎，哇，有点那个味道啊。辛苦啊。哇。你辛，你辛，你切辣椒了，你辛苦了。刚刚开始切。来，这里没有华子啊，但是这里有金子。啊，这里有金子，还有华子。可以，地球村没有华子，地球村有金子。啊，这个是金子的，来看看金子。我要放到凉快的地方去洗，好热。好热。好热啊！热不？这里都是。你刚刚来啊？对，休息一下了。真的好热哦。到这里都是自己人啊，都是家人。我得不够给他，要更久一点。啊，咱最后车哥拿那个松茸过来，你知道松茸还是松菇？哇，太香了这里，他们那好辛苦是吗？厨房，他们在厨房真的今天要多敬他们两杯，太辛苦了。小李今天跟风一队，还有楼哥烧柴火，是谁烧啊？今天二哥，二哥在烧啊。他是房东呀，因为二哥平时做饭只会八角桂皮，所以我今天不让他下厨，只能烧火。最少有40度，外面都30度。梦寐以求的，得了啦！哇，这是什么菜呀？好漂亮，二鹅。啊，这个我都做出了牺牲的，今天。哦，转了三。这样不好。但是他又，科哥住哪里？我不跟你，我跟。科哥，喝点吧。米酒，江西的米酒，我喝点饮料。什么饮料啊？好，我也没有。来，谁做？米饭不是没煮吗？来，姐姐，谁做啊？感谢大家光临地球村，谢谢地球村的家人们，感谢啊，感谢大家。来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请坐。今天是我请客啊，作为地主，我刚刚一不小心坐上去了，因为蹭饭蹭习惯了。然后我突然想起来，今天应该我站着啊，让客人们坐的。来，大家一起来啊！二十一啊！特别的感谢远道而来的客人，还有我们厨房的几位伙计，谢谢。这个西北方山可乐，挺好喝的。对，小美价格不低的。你要什么汤？我这个可以尝一下，大家可以尝尝喝一下。今天是来吃鹅的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来，下午要酒吗？再去逮一只鹅来，要酒那只鹅配。
这一个大的，这个大的，然后跟那个什么下午就下场补一下，下午就让李兄弟，他来炖成年的铁锅炖大鹅。一厨是你一个人的吗？我们家那个是长条形的，湖南牌，湖南牌，东莞型的。放进去啊，放进去，还没拍到嘞，没拍到嘞。对，今天等晚上了，我们自己想想。来一个是浩宇，还有浩宇，浩宇，浩宇，上车，不上车了吧？我就这样走过去。你这样，你知道宾馆的位置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跟着你车走了。不行，我不上去了。跟着是很麻烦的。他那个后备箱可不可以放下这个车？我的可以，可以就那就坐车。我这一个人出来拉不住，就这个重啊，他才质量好啊，没带电的。车的。哎呀，这个脸一青啊，太适合你了。师傅，小陈说你是老大胡子粗，但是我已经了。漂亮，这一份是最漂亮的。那个腿是吧？鸡腿。你想吃啊？给摄影师是吧？摄影师想加鸡腿。不行，我都没得吃。我也是没吃啊。嗯。回去我现在就走，不去地球村了。这是我们苗树林的刘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光临地球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苗树林的刘总，里面有请空调亚瑟。这是苗树林的刘总。来到地球村的家人们，每人都有膏药啊，不管用不用得着，用不着健康，用得着。就不会说了。这是江西人吗？啊，跟他老乡，叫永丰。永丰的，永丰的。离这里29公里，很近。啊，工作啊，他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企业家，好像是八几年？八五。84。85年。84年的企业家，然后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非常牛。而且他什么东西都亲力亲为，就这一点。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，一个永丰啊，跟你学的，亲力亲为，而且他不管看什么人都是一样的，这个一样的，他就这点，就有这句话。我上面你们搞下面你干嘛？有你们什么事？来，我好的，你们过来，我在上面帮忙就可以了。或许是地球村的最后一顿饭，包哥梁地球来了，苗树林的刘总也来了，当然陈宇科哥这些兄弟姐妹们基本上都还在。吃完饭他们可能也许有的人就要先回去了，因为明天是周一，要回去上班，做生意的，做生意，所以
在地球村这里我感受最多的就是大家的互助，摘菜提水，然后端碗抹桌子，真的在这里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番景象。这是我们江西正宗的蜂蜜，然后他们现在大部分的网友都要回家了，这是我小姨夫，还有刘总送过来的药膏。这个是槐花蜜，金黄的，它没有什么沉淀的啊，这个是正宗的槐花蜜，产自东北，他们不是陈颖带过来的啊。今天就来到地主村的家人啊，当然走了的就没有办法了，在这里的这个糕点希望就是你们用不到就送给自己家的老人啊。来，要离开的兄弟姐妹们先过来领啊，来，我要先走了，来，海哥齐哥先拿着，好，那糕点啊，这蜂蜜不成器，来这里也没有招呼好大家啊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再次感谢苗族林的刘总，刘总坐好，这不刘总，刘总最喜欢站边上了，站边上去，刘总知道今天的网友要离开了，特意送来这些糕点。他们五月会干啥？来，还有老魏家人要走的要离开了，差不多走。来，上海宝贝留下。胡老师，再一次感谢胡老师在这里尽心尽力的，真的是为大家服务。感谢胡老师为这个海带丝团队做出了真诚的奉献。那我就不送了，我送他礼物啊！记得来地球村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家哈。好，可以过来啊。江总，这是我们本家陈家，来，不成敬意哈。好。非常感谢海哥啊，感谢我们刘总啊，获奖支持啊，我也准备好了，虚这零点啊，零点了，没分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准备你的，我没有准备你的饭，没准备你的蜜，我买也准备我的蜜，北海固兄弟，不成敬意，谢谢啊，我们的榜二，非常感谢我们的西哥。谢谢啊，我要谢谢你，为我们这个团队做出贡献了。下一个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榜一啊，榜一姗姗来迟，地球村的微笑，好，谢谢啊，可客气了，谢谢，甜甜的，谢谢老板，再见，不用，帅笑，没有关系，你还可以，下一位，啊，小小张，地球村小小张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WC119，吃饭的时候说 WC 有点不合时宜，来拿着啊，不成敬意。还有谁？刘总，过来。药膏就不给你了，但这个是我的小心意，过来。我有的是鸡尾，来刘总。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总，谢谢。上一次的大西北之行给我们赞助了最少。市场价值60000块钱的高贴，还有一些药，啊，非常感谢刘总，谢，应该的。颁这个金奖，我是海哥的忠实粉丝，哎，谢谢，掌声送给他，谢谢。最好是八戒了，八戒这五盒，还有这个蜂蜜，嗯。你们带那么多蛋糕，只换回这一点东西？不啦，我吃亏了。没有。还有一提在我车上，你要的。好。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苗老板。苗，苗树林的刘总。刘啊，不是苗老板。我以为是这个，就是他的啊，没事。刘总，非常感谢啊，谢谢。欢迎到你了。我也不是啊，我也压轴。来，好，这个蜂蜜自己泡水喝。感谢海哥，两个量地球的不存在感情，虽然我先量你后量。好，
谢谢。如果是要赶路的，我就不挽留大家了啊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拿起这些东西在宾馆啊，拿起东西把房卡交到前台就行了，我找他你就好了。啊，找他就好了，对，好。家人们再见了，绿洲村的永远是你们的家，什么时候过来啊？拜拜拜拜，林哥啊，好，慢着了哈。那我先走啊。走了哈，谢谢谢谢。刘总，真的是带来一个这么大的箱子，拿走这么大一个盒子，算了算了，一个名字啊。走了，从这里直接出去。走了。感谢招待，说这种招待不重。嗯，拜上感谢师傅，是吧？师傅，师傅，来日方长，来日方长。欢迎您师傅到我们湘南。